运动吧。现在不想吃饭，还想收工。香菜，一件特别厚的衣服，特别保暖的衣服，上衣、裤子还有鞋，有好多哎，就是一时也很难挑选出来一个，就是都还有很多很特别的，也有很多很有心的啊。我每天都也都还挺欢快的，所以就是这个欢乐记忆太多吧，也容易失忆，估计还是挺多的，笑点还是比较低的。最近有一个表情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捂头笑，就是特别好，特别好玩，我觉得。